好，我是猪猪，我是小雨，今天带大家看篝火晚会。我很早就期待这一期了，我倒想看看地方法上闻名已久的篝火晚会到底是怎样的一台晚会。当然不会让你失望啦，拭目以待，走着。喜欢版纳的什么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哦。